Fujifilm 早前为 X 系列无反相机追加新成员 XT100，它有复古的机身，入门的价格，造型时尚又兼具性能，非常适合一众文青。而家就睇下有几厉害。XT 100的按键排列同 XT 20一样，但就有2400万像素 APS-C 影像感应器 ，ISO 范围介乎200至12800。呢部相机仲有一个弹出式闪光灯，今次仲加入 SR 加自动模式，同时侦测主体与背景。拍摄高速移动的主体话更易 ，XT 一百又继承了系列的电子观景器设计，可以在 LCD 触控屏幕之间切换。触控屏幕本身仲是三揭式，朝住不同方向滑动，仲可以启用各种功能。相机具备15至45mm f/3.5至5.6 变焦镜头，如果呢个镜头不合心水，机身仲支援其他 X mount 镜头。包括最新 XC15-45mm f/3.5-5.6 OISP set 镜头 ，XT 一百仲非常贴心，附有一个可以拆卸的手握，改善相机的操作体验。